題名ホエはママでしょ。ペン君はボスナイメン。大家好、ボスナイメンホエ。今日は台湾の老公。啊，这里是鼓山，等一下我们要坐渡轮去旗津。啊、走吧，我们出发。走吧，走吧，耶！啊，这。因为我离开台湾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过旗津了，所以今天带全家人去旗津玩。这个渡轮呢，摩托车也可以上去哦。这个对日本人来讲的话是非常新奇的。太久没来了，想不到现在已经是人车分道了，机车是走这边，然后呢行人路口是这边哦。我那个时候来都是机车跟人一起进去的。这边的后船是第一次来，改得蛮漂亮的。那我刷悠游卡，那现在是全票30块，坐船了哦。那我小时候坐的呢是10块钱，现在涨到30块，其实也很便宜。终于坐船了，走，那个人走吧。我们要坐上旗鼓二号，旗鼓相当的意思吗？不好意思，我要耍冷。哇，林哥好兴奋，爬好前面。然后这边有停了一艘军舰。我的个人。然后这个是85楼，现在3年没有回台湾的高雄变蛮多的。这边是海洋新湾区。电动的脚踏车要去玩旗津，开始出发。现在我们到了旗津的星空隧道，我还没有来过。哇，这边就是旗津海水浴场了。那我们现在进入了星空隧道。綺麗だね。すごい。之前有吗？之前没有。近的。应该有了。5到10年吧，只是我们都没有来过。其实还蛮漂亮的，这个打光下来。
奇金姐越来越有魅力了。是啊，六根嘛。哦，来，我拍一下六根。上面六根也在看。哇，要出山洞了。林哥，你看到了什么？哇，出来就是一片海。放下啦，快点啦。啊，好美哦。调色了，你看，伊个伊都出油。你看，你看，哇！我看越来越大了，哇！你看是多大呢？好大一朵花！哦，又下了粉红色的。好，你拿好给爸爸看哦。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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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拿到这个棉花糖要给我当你要给爸爸看开哇好大的棉花糖这个也太大了吧啊，来到奇迹一定要买这个小卷啊、哦！哇，现烤的，然后调味都调得蛮香的。然后它是用直火炭烤的。我买了一只，你要吃吗？我买了一只100的。我
一起吃好不好？一起吃，好。那你们吃藕蛋。哦，好香哦！我要吃到两分半哦。这一天要烤多少只啊？不一定呢，看人炒。今天呢？今天的话，我们大概是烤的五十几吧。五十几哦。好，这可能减工一寡，加个营业额供出来。但也有国税局查税哈，嗯，我不拍到他的脸。我这边有在卖鸽爹。没有。鸽爹多少钱呢？哦，30块。100块。奇迹必吃的小卷。日本じゃ100元で食べれないよね。哦哦哦！不要把它，嗯，给你吃掉在地上，好不好吃？おいしい。やっぱ台湾のイエスは最高だよね。そうですね。久しぶりに来てめっちゃ楽しかった。然后我们有买了这个黑轮，很大一串，你要不要吃？好吃，台湾味。换我吃啦！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吃。妈妈，我多死人。好吃，它上面撒一些芝麻，然后有一些调味料，真的非常的棒。今日は奇跡に行きました。なんか台湾っていう感じがしなくて、すごいなんか南国に行って、海も綺麗だったし、久しぶりのイエスも楽しかったし。もう本当にね、台湾に来ていい思い出がまたできました。耶、yeah, ，今天奇经一日游，我们玩得非常的开心。ね、台高雄から船で10分ぐらいのところだったから、また台湾来たら絶対行きたいと思います。也、yeah, yeah.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拜拜。大家去年有当上航海王吗？还是被割了韭菜呢？干嘛？你要喝椰子汁啊、哦？